相当于零酒精的啤酒。味儿怎么样？味道还比较纯正，我觉得这个因为宗教原因在这边喝不了酒，能在这儿喝到这么一口啤酒非常难得。有啤酒味吗？有啤酒味，有啤酒味，很浓郁的啤酒花味。我觉得喝这么一口啤酒，以及一会儿再看一场精彩的伊朗对着英格兰的比赛，我觉得这一天非常值得。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到了哈利发国际体育场的内部。刚才呢，我们是买了两杯这个啤酒，大家猜猜花了多少钱？这样一杯无酒精的啤酒在这里需要30里亚尔，两杯一共60里亚尔，相当于120人民币。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有点贵了，但其实不是这样啊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值的，是不是？有一个杯子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对，因为这个杯子它是塑料的这种的，就是可以，我们后续还可以收藏使用。大家可以看这个金杯，世界杯的元素非常的浓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souvenir 纪念品。我觉得算世界杯赛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。第一时间品尝了一下，我觉得虽然它是无醇的啤酒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工艺非常好，啤酒的香味非常浓郁。是所谓一个没有啤酒的世界杯是不完整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手持一杯世界杯，欣赏一场伊朗对着英格兰的大赛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。是，我觉得在屏幕面前，我们俩干一杯。干一杯。